桥效应，大哥第一次挑战这个吊桥效应的游戏啊！上一次啊，董哥在玩的时候去了他一起玩，大哥蛮有力的啊，目前看起来表现还不错哦。好了，现在最难的在交叉，大哥没有动，是阿尼埃跨上去，是阿尼埃跨。每周日晚上八点，请收看综艺大集合，由鲜一杯咖啡冠名赞助。